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成伟老师。在2022壬寅年，有以下四个生肖有犯太岁，属老虎、属猪、属蛇和属猴的这四个生肖，犯太岁要如何化解呢？第一，请选择在初八、十五的时候去庙里拜太岁。第二呢，请各位要请一个太岁符，太岁符可以让大家逢凶化吉、排忧解难，还有呢，就是请一个旺财符。这个旺财符可以让大家正财、横财、偏财、八方来财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旺财旺贵人的三合生肖手链。李老师会根据你的八字来帮你匹配到一个符合你的、为你量身定制的一个三合生肖贵人手链。那这个可以帮助大家旺贵人和旺财。另外呢，就请各位也是要选择在初八或者是十五的时候去庙里拜太岁，然后就是要多多的积德行善，多做好事，与正能量的人交朋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各位呢有任何的问题，可以来咨询李老师。如果大家要在我们的网上购买我们的这些旺财符，或者是我们的太岁符，或者是三合生肖手链，你可以去www.edoo413.com 在我们的网上订购。谢谢大家。